胜利他。我要介绍自己，你不用介绍，你是故意的吗 ？Hello， 我是妮卡。Hello， 我是妮卡的妹妹 Coco。那因为其实之前就有帮他画过，然后拍了一支影片，但是那支影片出了一个状况。什么状况？反正就是一些过程，然后影片就是很 不能顺利的产出，所以又特别请他呢再来我家，然后来让我帮他画一次妆。因为其实我们上一次的规划好像没有就是这么的完善，对不对？就是也不知道到底要干嘛，所以其实那一天那一次那次就是很临时啊。这次就是想到就是也是算改造我妹吧，因为你看她就是一个可爱的样子，然后我们俩是一个非常不像的姐妹，我们是亲姐妹，对，但是不像，其实像啊，人家那种有吗？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自己是很可爱的话，然后就没有办法驾驭欧美妆，所以这次呢主要重点呢它是比较可爱型的。然后就曾经就有人问，就是自己没有办法驾驭欧美妆，想要驾驭欧美妆但是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行，我妹当就是一个范本，就是来把它从可爱改造成成熟。我们就直接进入重点吧，走吧。现在要帮他修眉，他每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好好帮他修完，然后呢，要他就是乖乖的认真修眉毛，维持那个眉形。但是自己说，我懒，对，就这样，就懒啊，懒代表懒。干嘛？很痒。跟我一样哦，过来，你要出镜了啦。你是故意吧？有鼻子了呀，本来就有。花的鼻子，什么？你给我，你生我，我帮你塑造出来的假象。什么？不要再看了。什么塑造？不要！你干嘛一直转？我扶着你一直往左边转，干嘛？真的我来一个。我上次有画你这样吗？上次没有这样画你，没有画的。你觉得很高？嗯，那好好啊，有像你的眼线啊，这不是我的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不可以先讲话哦，狗狗，住嘴啦！你要一下，你干嘛？等一下，不是，那你说后面你干嘛？说后面啊！我会固定这个时候来，已经。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时候来。所以比较重。超重，你超重，你超重。可是我这样看不到啊！你是这样子，然后你就闭着了，我要刷哪？我刚刚吃卫生纸了，我不是那个。你看我是菜菜，你看什么？你什么？我并不是。好呢，大家说我并不是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因为我很讨厌他，他就一直说我像他。你看你的。
你个人觉得怎样？现在讲话要很淑女，你连笑都那样。改造也有成功，成功。其实不用改造，本来就这样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不用化妆就很美？没有，是这意思吗？没有可爱了，但是如果你一大笑之后，你就会恢复你原本。不用大笑吧，就只是。之前帮 Coco 画的那一支影片没有成功出来，但是我们有发照片，上次的照片在这边。你喜欢之前的还是现在的？之前的比较好的还是现在的比较好的，在下面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个人是 prefer 这个。好啦，希望这次的主题呢你会喜欢。然后如果你们有新的主题呢，是我可以跟 Coco 一起互动的话呢，都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说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所以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是妮塔。来，你说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塔。今天要教大家怎么画鼻影，会更立体哦。你不要这么心虚，在我后面，往前一点，往前。我进很前面，你脸那么瘦，那我在后面有点不行了。好凶哦，妹妹好凶。你再说一次。等一下。你好美哦。自己讲，自己画，自己讲，美惨了，美的不要不要的。Hello， 我是妮塔的儿子 KK。可爱的小屁股。你好，我是 KK， 今年13岁，我是一只小老狗，一脸爱哭一样，好可爱呀、啊。